既要持续整治，层层加码，防止一封了之，又要反对不负责任的态度，防止一放了之。 要求各地要基于疫情风险、科学精准组织开展核酸检测，既不能层层加码，也不能随意的解码。总的要求就是要落实好疫情要防住、经济要稳住、发展要安全的要求，做到既要防住疫情，又尽可能减少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服务保障的影响。 对于接种疫苗的选择。 需要综合考虑安全性、有效性、可及性以及可负担性等因素，坚持依法依规、尊重科学的原则。目前啊，相关部门正在制定加快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方案。方案确定以后，有关情况会及时向社会发布。 这个不叫小孩子做。哎，也不是，刚刚看到他们包很多。过来就挂了吗？哦，给你看手机了。 Yeah.